即时新闻综合报道。近年来网络直播盛行，让许多网红直播主有机会与厂商合作，于直播时宣传贩卖商品。近日有位泰国网红为证明自己所卖的美白霜有效果，竟然在直播时脱下裤子擦在屁股来进行实测，同时还询问观众：我的屁股白不白？综合媒体报道，泰国有位网红 Natakan Nanthostapat 经常于个人脸书介绍贩卖美妆用品，前几日为销售一款美白霜开直播，没想到在直播过程中，他为证明美白霜的功效亲自进行实测，在镜头前面大胆地将裤子脱下露出骨沟，还在观众前将美白霜直接涂抹在臀部上，边进行实测边问观众：我的屁股白不白？综合媒体报道，针对自己裸露下体的行为，泰国网红表示，若让观众们感到不舒服，非常愿意道歉，但他也表示自己只是稍微将裤子往下拉，露了一点肉给观众看，并没有猥亵的意图，况且更裸露的直播主也大有人在。综合媒体报道，此举引起了大量网友关注，影片累积200多万名观看人次以及超过20000次分享，但也引发大批网友挞伐。部分人士认为此举对于幼童与青少年而言为相当不良的示范，甚至有民众质疑这是否已构成犯罪行为。